插在你前面吗？你不能插，前面不能插，你自己插。喂，三公三公啊，三公，嘿啊，三公在家，你叫三公干嘛？哎呀，这里是啊，这里要没有人叫三公，你叫什么叫三公？三公，嘿嘿嘿，六连干嘛？快开始了。要个位置啊，那你让你可以叫我让一下啊，你叫你让一下，你怎么了啊？这么大的凳子你不让一下啊？你要上要不出你就用着飞过去，有毛病啊你这个人啊。让一下吧，人家也是来娱乐的。我去上台不要吵架，那一来就就会进啊。那你可以叫我让一下，你要不叫你就用着个屁股顶我。不要你长得这么大，我怕你啊啊。打你也不一定够。难道我有怕你啊？公公，六点，哎呀，八点，七点，东北。我跟你说完，要坐你就坐下来，不坐你就站过那边去。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没吵没吵。脚我就不让你放在上面。哎呦，真的是，有没有脚心？对呀，那个脚那么臭。下去下去。大家都是来赢钱的嘛，和气生财。哪个村的、啊、这个？我们村的。啊，你们村的、啊？你们村的要怎么样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几点？要了。八点。公公公，上班上班。真的是这个没有了，就这家有。倒霉鬼了。哎呀！说什么？说你倒霉鬼了。倒霉鬼。我朱兰村那边的，知道吗？朱兰村那边怎么样？啊、朱兰老那么拽，都死了，还怕你呀、啊？他没有实力，我有实力啊！哎、啊，你实力在哪里啊？拿出来看一下。我一个电话，几百人过来呀、啊。那母猪啊，你们朱兰村那个猪都没有几百。哎呀，九点。三点，三点。哎呀，九点没有。这家伙，就这两家有。你笑笑个毛啊笑！笑死我了，一点的。朱龙老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，不是你们村的吗？你原来不是东打好兄弟的吗？啊、送个背，谁跟来？谁跟他兄弟呀、啊？啊！公公，不要那么大声，高点。秘书，总有。哎呀，一点都有。这个四九九啊！你家四九九，笑死我了！没有啊，啊，奖金过来，对呀、啊，两万，两万，看到你这个人就讨厌。我看到你，我都讨厌了。啊，讨厌你打我啊！啊，你也打我啊！打打打打打我躺地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想大、哎、那个蚂蚁搬大象啊？啊？不要吵架，买什么鞋子嘞？不要急，我手机里面大把钱。公公公上边，哎呀，几点？哎呀，是的，八点。八点。重要。多少？四千。四千。先赔我啊！等一下你。多少？五千。五千。你敢不敢跟我玩一把大的？怎么玩大的、啊、输了我把我赔给你，怎么样？我还单身呢、啊，敢不敢赌？这么漂亮！哎呀，这种事啊，你不跟他玩，我玩了、啊。哎，那不那不行，你赌一把。我现在运气这么旺、啊、那我想问你，拿什么跟我赌？钱呢、啊？这点钱，这点钱都不够我胃口啊，是不是？你多少岁啊？哼，我十八岁，怎么的？啊，十八岁，爸爸醉了吗？我一向说话算数，输了我赔给你，把自己赔给你，怎么样？那你叫他下注啊，他用什么来下注啊？我都三十岁了，你决定？决定，干！你就这一点钱？就这一点钱，你敢跟我赌？你赔吗？看得起你吗？就一点点钱。我这车，这车值多少？买的时候两万的，现在到一万，行了吧？行。输了我给车的，你输了，你跟我回去。哎呀，我跟你回去。哎，终于可以。我差一百，等一下我要一条头发。头发都不给你。
有女朋友了。八点，六点，九点了哈。三公，铜匙、车还有钱，全都是我的。我靠，打脸了吧？哎，这个车也是你的。车是我的。还闹着玩呢？谁跟你闹着玩呢、啊？我看不上你。我看得上你啊！刚刚他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我给个机会你，你们给我打他一顿。打他！打他！这个打他是吧？这个怎么是我负责？回家吃饭了，不玩了。走走走，都八点钟了，走了。我一来超野。